首先我要講下事業線呢樣嘢咧。嗱，其實女人係冇事業線嘅本身，因為兩個波形咧係咁樣噶嘛。係啊，你細波就更加冇啦。大波嘅其實個波係咁樣噶嘛。事業線係要點樣咧？係要逼。嗱，就算我咁樣。夾。嗱，我都有少少事業線啦，逼到。係嘛？係啊。我都有少少事業線啦，即係咁樣啦，呢少少。係啊。其實女人基本上是沒有事業線的，是要逼出來的，但是男人看到事業線就很多興奮了，okay？ 特別是第一時間就會想怎樣，你如果看到事業線，我想找一粒東西插下去，我一看到事業線我就想找下去，當然他不能夠太老，如果你是十六七歲至到三十多四十歲，其實你都係忍唔到嘅，即係嗰種咧，即使個樣唔靚都好，哇！你真係想屌你老，唔知點解，其實真係兩團脂肪，但係唔知點解你係好想，呢個人，其中一個最撚希望嘅咧，就係咧幻想之中啊，將佢擰轉，擰轉啊，背住我，然後我用一個大海無量一招，哇！大海無量你都識，係啊，大海無量，再日夜參探海，唔係探下面海咯。在下度喺度拋籠，哇！波濤洶湧，睇下有幾多斤兩，係啊，碧波盪漾，啊諗起都過撚癮。